We need to protect the biohazard container. 刚才我们来扫专机，然后我们又是集中了这个点。虽然适合我之前开发的保护伺服器式的防御方法，但我们今天玩的是 Mute， 我们要来让那个防御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，然后让其他人去占那个位置。你听得懂的话，火不要手哎、欸！我要冲冲过去杀他们全部。我理念基本上就是任何防御方法，只要被无人机看到，效果先砍一半，所以能够干扰到敌人的无人机，让敌人没有办法轻易的看到我们防御长什么样子，会大幅提高我们基本上做任何事情的效率。啊！Ready。至少知道他们从哪边来的。开副超还有 class 残血、半血。OK， 就这样。在我们等等去占那个射击孔的人，就基本上不会被侦察到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可能会看到我们的洞，他们会看到我们的防弹盾，但不知道我们在那边要干嘛。无人机，有一台无人机在厨房。狙击手是在机翼还是狙击台上？狙击手啊，狙击手。我不清楚，但最后的方向，最后他是去机尾的货舱那边。啊，对，机头的货舱。那我干扰器就放在转角或者是门旁边，我在看，我在看，这样其实是可以跳过去的，但敌人要从另外一边的最角落才办法跳过去，所以整体上还是蛮可靠的。大盾开到门边，然后看不到干扰器，就不会前进。我要硬往前开，但马上就被干扰到，因为他不知道干扰器在左边还是右边。你可以不用动，我帮你看摄影机，你这样真的很危险。车子，有没有带换鞋？机翼上的动静。我在伺服器室，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任何人。是有 server room 有人 ，server room 有人，一个 fuse。哎 ，Capital 在，好的，听好，厨房有一个那个闪光盾，一个 Capital， 他们在厨房靠近楼梯那个地方，就这边。他们要上楼梯的话，叫我。嗯，好。伺服器是，G 开头的后面。小心推走，还有一个 Capital。我喜欢守厨房这边，因为第一个门被炸开以后，我们可以马上再架第二个门。Sages， 哇塞，推走吓到我。我刚射到 Fuse 很多枪。Yes， Fuse 被射很多枪，但他还看到我是哪里。Fuse 还没死， Fuse 在你们两个前面。因为这个伺服器防守法很大好处是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安全的，我们可以从这边守点内或快速支援点内。没有，小皮特还没有上来，他连厨房门都没有破开。等 Fix 自己出来送。安全了，小皮特现在在厨房里。Look， 那个门破了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最后一个小皮特在厨房里。他有辆车，他有辆车。Rook， 你背后有一台车。Rook， 你背后有一台车。哎，厨房门破了，厨房门破了，在飘里。没出来，没出来。不可能从这里出来，尤其伺服器室里有人的时候，他要敲破这个门，要敲三下，然后上面随时会有人从他后面射他，或者他看上面。上面，下面。没有时间了，他保枪了。Nice， 保枪，保枪，先狙哦。Op 4 failed to secure the container in time. Mission success.